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6月15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5月21号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师傅吗？是。师傅，等一下，你帮我母亲，帮自己母亲看图腾。讲吧。属虎的62年，属老虎的62年的属虎的，对，他母亲的业障还有母亲身上的小孩子已经超度了没有？哦，你妈妈非常辛苦，对，是你妈妈一辈子苦得不得了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让她好好修的，她搞不清楚啊，她对人生一切都搞不清楚的。明白吗？身体状况比较不好。对呀、啊，我告诉你、啊，身上有一个男的。身上有一个男的。啊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爸爸还在不啦？还有在师傅。还在啊！我看看这个男的，我讲给你听的样子啊，长脸，鼻子蛮高的，是不是他的父亲啊？师傅。是不是他的父亲啊？爸爸吗？什么？一直大大吗，师傅？什么？我听不清。一直大大吗？一直大吗，师傅？喂。什么叫弟子爸爸？不是他鼻子，鼻子。啊，鼻子大的呀，鼻子大就是爷爷。啊，我刚刚不是跑上来就说鼻子大了吗？师傅，请问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妈妈已经许愿600张小房子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的吗？师傅，请问妈妈的业障多少？还有小房子是不是？29，质量呢，师傅？你妈妈质量质量不是太好，年轻的质量不是太好，哪一方面要注意的，师傅？我看看啊，心经念得太快了，太快。师傅啊，请问师傅母亲有堕胎孩子，请问有超度了几个吗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2年属虎的。啊，难怪的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再请师傅一下，慈悲看一下，师傅1983年属狗男的，他的名字以前是洪文火，再改成洪文德。师傅感应一下好不好？几几年属什么？1983年属狗的。可以啊，现在改了还可以的呀。洪文德改了，可以。洪文德比较好的。师傅，他的业障比例多少？师傅。27。27。好了，不能问了，两个了，好了。好了，感恩师傅，师傅辛苦了，再见，师傅，再见，拜拜，师傅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卢台长吗？你好。你好，我想看图腾。讲啊。我是1981年属鸡的。81年属鸡的。对。想看哪方面呢？我想看事业方面。你这个人做事情前怕狼后怕虎。前怕狼后怕虎。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胆子小得不得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。你自己要有时候要大胆的去创新，跟老板去讲一些新的建议啦，什么东西的。因为我刚刚才换新的工作，很像我是好像我怀疑我是不是在走对的路线了，所以我很紧张。看见了吗？我跑上来就说你紧张，胆子小的嘞，前怕狼后怕虎。你要知道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要感觉是对的，你就好好去做。你要是没做坏事，不是个坏人，你的感觉一定对。如果你经常做坏事的人，你感觉就不对，听得懂了吗？
我那我是应该继续待在这份工作呢，还是要另求高谋啊？你不是说你刚换吗？这份工作？啊，对啊，因为这份公司我朋友介绍了，然后我因为相信他，我才进入这间公司。后来他不到一个月，这样他就走了。他自己也走了，他自己也辞职了。啊，现在就留下了你。对，因为我变成孤儿了。啊，变成孤儿了。对啊对啊。还孤儿对啊。变成因为我本身经济上有压力嘛，我又不懂要怎么办啊，所以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八一年属鸡。你这个人，我跑上来第一句话就点你了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不稳定的。哦、你照说他跟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的。哦。你就不应该换，你开始的时候就不应该换这工作。你想多赚钱，你才换了这份工作的。啊不啊，我是一来是想多赚钱，二来是学东西啦。学东西的，你学呀学下去啊，还有美其名曰我不赚钱的，你不赚钱、你就是看了这个钱比那个多一点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多一点是，对对对，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你看你这种人就是马上就换了，不可以的。你要记住啊，你可以在任何岗位上创造出业绩的。360行行行出状元，我告诉你，有本事的人坚持就能什么都能顺利，不坚持的人什么都烧水烧的半壶子水半瓶子水这么晃荡的。所以你现在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样吧，我觉得你呀、你现在这样、你有一个女的，你们现在这地方有个女的、对你还是比较关心的。跟我孩子比较关心，对你孩子的，对你呀、有一个女孩子，有一个女人、对你孩子比较关心的，听得懂不啦？略胖，明白明白，个子不高，我都看见了，你现在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，你说我怎么做，明白吗？我觉得那个女的她也说刚刚她哭了，她就是工作太压力啊哭了，然后我就很担心啊。那你就跟她一起哭，然后嘛抱头痛哭，开心啊，抱头痛哭啊，男女生二重唱嘛。你要记住了，你要坚强一点，因为你的性格太像女人了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。你这个东西，你这那你以后人家女人怎么靠你啊？听得懂吗？是啊，明白明白。所以你呢，在我告诉你，你再做四个月，如果出不了业绩，你就换。好好，感恩感恩。好吧，你现在呢还没有到了弹尽粮绝，你现在还能拼搏四个月，你看一看，实在四个月没有什么出头，没有什么压力太大的话，你就换。换的话我已经帮你想好了、换还是换原来第一个工作那种情况，第一份工作就是我第你就是原来换过来那份工作，像类似的这种工作这种工作你还是能赚钱的。好了，好，感恩感恩。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可以帮我看我肠胃是不是有癌症？我看看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八一年属鸡。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啊，全素了，但是是肉边菜。我是八年八九年了。属什么？八九年属什么？啊，属鸡。啊，八一年属鸡。八一年的。八一年属鸡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肠胃不好。啊，是有癌症吗？没有，癌症没有。你几岁啊？你的肠胃颜色很黑，是真的。你的肠胃很虚弱，而且经常会疼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少吃凉的东西，还癌症了。我看你这种人，你怎么活啊？哎呦，一有风吹草动，马上前怕狼后怕虎。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你不要紧张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个好人，你已经属于好人类了，你不是坏人，听得懂吗？我是觉得我很坏，师傅。你
很坏，我看看你坏在哪里。哦，不就是两个谈过两个恋爱，没有跟人家到底吗？嗯。嗯，哦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我还看不出你坏啊，啊，曾经有过一些些小邪淫，就是这样。嗯、啊，对，啊，对对对，胆子么小的嘞，我看你抱这个电脑还怕别人看见，在看那些不好的东西。啊，对，全部包括。感谢师傅，啊，你给我老实点啦，房间么小的臭要死的，房间。嗯、啊，关在房间里。那我如果是这些做不好，我就回去我之前上一份工作。对呀、啊，人家会要你的、啊，因为原来那份工作人家对你还是很好的。好了，感恩您，感恩您，感恩您师傅。好好念经了，好好念礼佛了，拜拜。嗯。啊，祝你啊发啊发喜安康。嗯。啊啊，法轮常住人间，你祝我常住人间，法体安康。哦，感恩感恩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这些孩子人不错，我告诉你，人还是挺好的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台长师傅。哎，你好。真的打通了。哎，你以为假的？哎，我是大陆的，而且特别远，在山西了，还是？哎呦，讲吧。菩萨妈妈保佑，感恩师傅。嗯。师傅，我要问一个，1998年4月23日属虎的。98年，属虎的，男的女的？男的，4月23日。嗯，想看他什么？想看他的事业、学业。我看看啊，48年还有学业啊？98年。啊，98年的。Sorry。呀，太激动了。98年，属什么？讲一遍。属虎的。男的。哦，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啊，心比较乱呐、啊，心比较散呐、啊，啊、哦，思想不集中，一会儿想这个、哦，一会儿想那个的，嗯，啊、哦，啊，又想读书嘛，读了思想不够集中，啊，又要做这个，又要做那个，又想谈谈恋爱，又想嘴巴蛮会讲的，报复一大堆。就是哎呀，我今后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，蛮会吹的，我看到。嗯。应该怎么让他？这是我儿子师傅，应该叫他好好念心经啊。呀，他现在我现在念了那个什么吗？他现在不相信吗？好了，不相信怎么办？不相信就给他多念心经。我念了劝导声闻呢。劝导声闻也要，我告诉你，劝导声闻很灵的。嗯，劝导声闻，我告诉你，你把他那张东西放在菩萨那个垫子下面，就是放在那个佛台边上，你要坚持念，坚持念，你看看灵不灵？嗯，我念21遍可不可以，师傅？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师傅。好吗？嗯，师傅，我现在应该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呀？什么的？小房子给他一共念89章。啊，念过啊，89章。我现在给他念的，就是说在成绩下来21章嘛，那个不在里头是吧？对，他刚高考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孩子人不坏，嗯，也算善良，但是呢脾气不好，嗯 嗯，跟你一不开心就不愿意讲话，对对对，不愿意搭理你，嗯，啊，我告诉你。这孩子稍微有一点点看不好的东西，是吗？啊呀，听不懂啊，嗯。啊，听懂了。他现在高考了就不回来。啊，就在他姑姑家了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我早就跟你讲。啊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好了，因为不在妈妈身边。放生多少鱼呢？放生啊，放生180条，嗯。哦哦。好吗？嗯。好好好，师傅，我现在给他做的功课是礼佛1遍，大悲咒7遍，心经21遍，总提108遍，解结21遍，消灾27遍，往生21遍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心经念21遍是吧？啊，很好啊，现在这功课配得很好的，嗯。啊，感恩师傅。好啦。那师傅，我能不能再问我自己呢？我75年8月1日兔子。75年啊。嗯。你这个兔子没脑子啊，整天转来转去，嗯，不知道干什么，
是的，师傅。要么不好，嗯。都肠胃不舒服，嗯。我学佛以后好多了，洗了全素，过去肠胃很不好，嗯。你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缺钙呀。哦。牙齿不好，嗯。嗯，骨头刮牙龈萎缩啊，牙龈萎缩，还有关节也不好，嗯，听得懂了吗？关节都不好，现在学了心灵法门，比以前好很多很多。呱嗒呱嗒响的，你要吃钙片，嗯嗯，好吗？那师傅，我要放生多少鱼呢？放生你放320条，嗯啊，好了、那个，不能问了，两个了，不能问了。小房子呢？小房子继续念，永远念，念到老啊。嗯，感恩师傅，非常感恩师傅，嗯，太感恩了。再见，好了，嗯，再见，师傅，嗯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弟子向你请安。谢谢。师傅，你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到。听到。啊，今天是看图腾吗？看。啊，弟子的业障自己背，是弟子要看1970年属狗的。好，好，感恩师傅。79年属狗的。70年，1970属狗的，想看哪？对，想看什么？他的健康跟他的事业。男的女的啦？男的。啊，70年属狗的。对。健康事业。啊，他身上有灵性了，哎。对，在他哪里呢？头痛是吗？肚子啊，肚子上。肚子上，他时常会头痛。嗯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灵性跑来跑去的呀。怎么啊？现在他有为自己念，而且他父亲刚亡身，他也帮他父亲念着。嗯。你这个儿子，我告诉你，是你儿子啊？不是，是我先生，是我先生。啊，你先生是吧？我就看到了，对，也是您的弟子啊。你的先生长得蛮好看的，眼睛蛮大的，他已经很大岁数了，70年已经47岁了。好嘞，47岁算很大岁数了。我说眼睛蛮大，人蛮好的。你这个先生呢，就有一点呢，你要叫他要当心啊，耳朵根太软。嗯。外面人家说什么，他就听什么。听。啊，你跟他讲话他不听的，外面讲话他都听。师傅，他身上的灵性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65张。65张，只是讲针对这个身上的灵性来念他吗？对啊，要听着。对啊，嗯。好，他的工作要怎样办呢？他已经有3-4年没有一个正当的工作，做不长久。我就跟你讲了，耳朵根太软呀。听不懂啊，每次做工作，做一段时间，边上人挑拨，跟老板不好，他就去冲出去，就跟人家搞，人家怎么会要他？嗯，你又控制不住他。我控制不住他，我就跟他讲不可以，他也是会这样子。不可以吗？你要念经的呀，念经啊，你不念经怎么控制得住他啦？他自己念，我也帮他有念少少了。要念的，少少的，要叫他好好念，嗯，而且跟他说，啊，跟他说菩萨护法神过去一直照顾他的，但是呢，他就是最近非常不好，而且呢，不好好的念经懈怠。他父亲刚亡生，还没到49天，他还在帮他父亲念着。对呀，啊，我就告诉你啊，他懈怠，他前一段时间懈怠。对不起。前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念经，有一段时间。对，对不起师父，我会好好的督促他。他又不听我讲，我一直要帮他念心经吗？师父要7片还是21片？师父21片。21遍。好，嗯，师父，想要问一下我们家里的佛台好吗？70年属狗的。佛台能不能往面对佛台往左面移一点呢？面对佛台往左面，左面已经是墙壁最的尽头了，不能再左了。哦，那墙壁外面是什么？墙，你是想我面对？对呀，啊，面对佛台的左面呀。
我们的左边是吗？对，你面对佛台的左面，听不懂啊？啊，听得懂，左边已经是墙壁的尽头了。我就问你，墙壁外面是什么？墙壁是隔壁人的家。隔壁人的家，人家家里怎么这么亮啊？啊，对不起。人家家里很亮啊。他家里没供佛台呀、啊。没供佛台，你知道啊？无神论。哦，是无神论的，我隔壁家的。家里很亮哦，我不知道他供什么。哦、嗯。像我们的佛台要怎样处理？那你就往右面移，面对佛台往右面移。右面移是另外一道墙了，因为我们中间那边有一个走道。我看看啊。啊。就往右面移一点。嗯。移过来右面，右面后面。我跟你讲话，你听得懂吗？面对佛台，面对佛台就是你的左手边。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第一句，你现在是不是讲这个左边是不是墙啦？对，是墙壁。面对佛台的你的左手是不是墙壁啦？对，是墙壁。那么右手边呢？右手边有一条走道走去厨房饭厅的。嗯。那就往右边移移吧。你把左面弄一个山水画，弄个山水画移过去左边。对，好了。好。嗯、师傅，可以感应弟子身上有灵性吗？78年属蛇的。有啊有啊有啊。嗯。我也有啊。肠胃。嗯。肠胃啊。你的肠胃。肠胃不好、啊，你连你的胸部乳房都不好，你听不懂啊？还没有觉得啊，对不起师傅。你试试看呢、啊，我讲给你听、嗯。好的。左面的上面有没有胸闷？左面左胸的上面有没有经常有时候胸闷，有点点刺痛？会，看见了不啦？好了。师傅是小灵性，是那个孩子吗？小灵性不是孩子，小灵性。嗯。小灵性。没关系的。念往生咒，念往生咒，把它加强，把它念掉。嗯，49遍吗？对，49遍，念3个月。嗯。啊，弟子的啊，流产的孩子超度走了吗？我看看啊，几年属什么？78年，78年属蛇。78年属蛇。啊，走掉了，没了。嗯。嗯，曾经有同学问过我，有很多个流产的孩子。我看看啊。啊，你超师傅超度过三个，你超度掉三个，超度过三个。可是那同学梦到我有很多，因为我结婚到现在没有孩子，所以我们两夫妻没学佛之前一直想要孩子。你做过人工受孕不啦？啊，吃过药，吃过排卵药。哦，那是很厉害的。啊，又听过啊、医生的建议，就是那一天从在一起、哎，所以可能会有流产很多个。嗯、师傅，我看还有可能有孩子吗？我看看，你老公属什么？78年属狗。你呢？我对不起，师傅，70年属狗，我78年属蛇。啊，不是你的问题，嗯，是先生的问题。嗯，先生的那个精液很不好。OK。还有你右面，你的右面的输卵管也不工作，也有问题。对，你们两个人可能应该有的话，还是一个女孩，嗯。好的，感恩。哇，最后可以看一朵莲花吗？快点啦，不能给你这么长时间了。对不起，没了。1980，新加坡拜师。1980，啊，莲花在，但是不是太好啊，嗯。什么颜色的莲花？有点蔫了，就是有点橘黄色的，有点蔫，嗯。我在没拜师之前，我有梦到过，也是黄色的莲花。看见了不啦？就是、不是很好的情况。看见了不啦？师傅不是讲的一样啊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拜拜。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，感恩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师傅好。你好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谢谢。同修业障，同修自己背，请师傅慈悲看一下46年属狗的女的。46年属狗的。嗯。46年属狗。46年属狗。女的。他的身体，因为他之前做梦梦到师父说他肾不好，对，然后已经许愿放生10000条鱼，我看看啊，然后完成了108张小房子。46年女的属什么狗啊？属狗，嗯，看到了，右肾不好，嗯，哎呦，哇，他年轻的时候这肾脏就不好啊，哦，他有过肾盂肾炎呢，过去。他现在吃的太咸了，嗯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他有点忧郁啊，嗯，整天要讲过去的事情，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那师傅他那个还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因为他已经完成了108张了。还有，再要67张。67，那师傅他有一个男的，嗯，又像男又不像男的，戴副墨镜，嗯，这两副墨镜的两个叶子有点看上去像蝴蝶一样的，嗯，翘上去的，一看这个墨镜就像过去50年代啊40年代戴的那种，哦，那么也就可能他上辈子的冤结来找他了，嗯，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我就刚跟你说了60几张啊，哦，刚刚讲的，67张还是67，看见了不啦？67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嗯，师傅再看一下他小房子的质量，还有业障比例。几年啊？46年属狗的。46年属狗的。嗯。嗯。46年属狗。小房子不错，还可以念，念的蛮好的。嗯。好吧，还有业障比例。业障比例啊，哦，业障比例29，嗯。哦，感恩师傅。好吧。嗯，师傅再看一下他莲花，是7951号。7951。嗯，感恩师傅。是你妈？不是，是一位老妈妈，是个同修。啊，7951啊。嗯。莲花还在，长得，嗯，这朵莲花长得有点像玫瑰花，嗯。哦。粉红的。挺好的吧。就是还像没开一样，就像好像没，哦，没打开，嗯。嗯。蛮好的，这老妈妈要当心血压有点高，嗯。嗯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傅，没有问题了。再见了。谢师傅辛苦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